阿弥陀佛。佛法是最圆满、报恩的礼物，因为一个友情或者人，如果他有佛法的加持，或是有佛法的修行，他就能够离开痛苦。当然，我们学佛，首先就要体悟苦的真实存在。只是现代的人，他会用一点世间的快乐来逃避这个痛苦，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修行的人，他必须要经常去思维痛苦，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虽然示现，他身在富贵，将来要做大国王、转轮圣王，但是他看到的是苦。虽然他有这个快乐福报的生命，但是老病死苦他没办法解决，而且对所有国家的人的老病死苦、爱别离苦，他有很深刻的体悟。所以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做一个国王，娶漂亮的太太，拥有金钱富贵，对他来讲，你再这个再多，你能够让我不要死吗？就像他跟他的父亲进法王说，你把我生下来，你能够把我生下来，但是你能够让我不要老、不要病、不要死，没有爱别离的痛苦吗？他爸爸说，每个人都要了，这没办法。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有办法突破，不然生命是一种惩罚所以这种惩罚那我们就很怕每天要吃很多药，很多人跑去运动等等等等甚至有人用很多宗教手段放苦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去控制对方。所以各位一定要去思维，然后如何就近的脱离痛苦，我们叫就近涅槃，涅槃就是没有痛苦了所以这个就是佛教所讲的智慧。所以为了如此，所以大家传播佛法，我想传播佛法并不是光出家人的责任，而是有慈悲心的人那么都会去这样做因为所谓慈悲就是要让别人脱离痛苦。当然就像你学佛了，你会带你的儿女来学佛，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给他做皇帝，给他做几个博士，给他买几栋房子，这个世间多的是多的是。那这些最有钱的人、最有权力的人，他能够快乐多久所以就像我曾经有一位老菩萨跟另外一个吵架，然后呢，那个人就一直所谓的欺负他。那有一天他就会讲，你看他能够嚣张多久，大不了给他十年。我跟你讲这种话，哇，好狠啊。但是真的不到十年那个人就完蛋了所以当然他这种话是不对的，但是想想再嚣张也没有用所以就像我们中国说，你做秦始皇你也怕死，追求长生不老药，最后还不是死。所以印度的皇帝是谁没人认得，为什么？但是印度有一位圣人大家还会记得，叫释迦牟尼因为他留下来是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我想因为如此，所以各位要为了自己、为了别人，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看经典，然后呢去学习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你千万不要说我念佛就好了，其他我不用，这个讲法就有一点消极。因为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根器，你必须善巧方便
所以佛陀讲了84000法门，这么多法门，这么多经典，他的目的呢，他就是因为众生无边啊，烦恼无边，所以法门无边。那为了如此，一定要成佛，成佛你才可以遍知一切，圆满了解一切啊，而且有圆满度众生的能力，在那是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那各位一定要这样追求啊！要圆满一切智慧，要圆满所有慈悲，要圆满所有能力，这样你才能够就近帮助众生。所以，人类的努力往往把地位、学士、财产，认为那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我很喜欢去湖木区啊，我只有觉得湖木做得再大，那一样痛苦啊，那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啊。我说啊，所以去法国也好，我们来伦敦，他们都给我们介绍，他们去旅游点，这次去爱丁堡，原来湖木是旅游点啊。然后他们很多外国人，他们就给他介绍，这是谁的湖木？都是名人的湖木啊。所以这个觉得。想想也很可怜，啊，因为当我们去参观他的湖面，他是名人，搞不好还在那边受苦嘞，啊，他搞不好在地狱，他搞不好当然在天堂，但是呢，他的命运不知道在哪里呀、啊。所以死亡是必然的，但是如何至少在这个世间累积善业，结善缘，啊，至少来世，所以一个修行人呢，有一个句话来。舍弃今生，追求来世，那这是起码的条件。你千万不要在这个现实的这些世间追求享受，那你至少要舍，然后至少来世吧，来世升天，来世做什么样的事业，来世往生净土，这是一个聪明人。那如果你短视，我就追求现世的快乐，那基本上。那最后你还是失望的啊，因为师父啊，我儿子如何如何如何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妈妈的爱啊，那这个不是佛法啊，那佛法你去做，你就自然现世就好，不用求，佛教不是求来的，佛教是修行来的，善有善报嘛，啊，所以，但是你要想一想。那你已经现在给他很多钱，你给他很高的地位，那最后还不是病又死，啊？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出名的人得癌症，啊，出名的人意外。昨天还有一位出名的歌星41岁自杀，那想必他生命很痛苦，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华人很喜欢邓丽君，对不对？啊，我下个礼拜要去那个。每次我经过清迈，他们就带我去那边吃饭，然后那一间就是邓丽君最后住的啊，然后那些餐厅就放了他的歌啊。事实上，他的生命也是一个悲剧，对不对？啊，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思维这个，因为你不去思维这个呢，跟着人家跑，跟着世界的流行在跑，你穿白我穿白，你穿紧我也穿紧，啊。你如何如何？那这样就是很盲目。所以，那就近的痛苦是什么？啊，是个身体，那是起码的，生老病死，这个苦怎么解决？啊，所以那是心灵的问题，所以要如何解决？好，那现在请看到119页，因为呢，本来他们说能够传菩萨戒，但是。传菩萨戒不能随便啊！不管众生真实能够发菩提心吗？啊，那至少我们可以了解菩萨戒的内容。那各位，你愿意去做，那你也有菩萨戒的功德啊。但是菩萨戒不是这么容易，菩萨戒是你真心的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为他们离苦得乐，不断的来轮回。
往生净土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说一种逃避。那这样呢，真实受菩萨戒才有意义。当然，佛陀也说了，一个真发菩提心的人，就能够在佛前领受菩萨戒，那当然有适当的因缘，能够得到菩萨戒法师的这种传承和得菩萨戒体，那当然更好。但是要传菩萨戒，还真的要这位法师要有菩萨的戒体，这实在有一点不容易啊。所以，当然这个要自己要很了解，哦，不，因为你不了解菩萨戒的内容。那你要去找菩萨戒的法师也不能，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菩萨，那我想信仰就是我们一个理想。我知道一个这样圆满的心态行为是我学习的对象，那我们去亲近学习比较有用。那至少我们了解，那菩萨戒有六重，就是这个，如果你犯了这六条重戒，那你就破坏了菩萨的资格。一样啊，那在这六条，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做，并不是说那我没有受戒就无所谓，不能这样说。佛教不是说你是佛教徒才造恶业，你不是佛教徒就没有造恶业，不是的。同样是杀生，不分你有没有宗教，那你就是造恶业啊！造恶业将来就有恶报，而且被你伤害的众生会找你讨报啊。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众生，那你就要这六条不应该做。那菩萨戒的内容是什么？你讲戒自私，那严格上来讲就是三条。你讲愿断一切恶，无一恶不断。因为你菩萨戒就是要保护众生、救众生，你怎么可以去伤害众生呢？所以伤害众生的行为，你千万不能做，叫愿断一切恶。那菩萨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帮助众生，要做好事。所以你也讲，愿修一切善，无一善不修。那既然你要做菩萨，只要该帮助众生的，你不能分宗教、非宗教、认识不认识、喜欢不喜欢的人。老实说，有一个敌人，他现在流血了，受伤了，你不能说因为他是我的敌人，然后他流血，我就不管他。那这一点不能如，因为冤亲平等。就算我的敌人在流血痛苦，我有药我也要给他，你不能舍弃对方啊。所以菩萨基本上就不能生气，不能有对立。你把我当敌人，我很抱歉，但是我永远不会把你当敌人啊。所以愿修一切善事，任何好事帮助众生的，让诸佛菩萨欢喜的，各位都要去做，都要去做。虽然说假设好了，这个宗教他做了很多事情不好，那你对他不好的事情，你只能回向给他，对他慈悲。但是虽然他不好，但是他现在他们想要营养不良或是哪里有需要，那你还是要去帮助他。这是做菩萨该做的，愿修一切善。第三个念一下，誓度一切众生。不是说我想不想，而是你要发誓。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哪怕是杀死你爸爸的，你都要帮助他。不要让他下地狱，你要让他超度，你要承担他的恶业。就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他说，哪怕只有一个众生要下地狱受无量劫的苦，为了他，我要下地狱无量劫受苦，我都要替他去，因为你要成佛啊，你要有这个愿啊，所以本来你可以活到80岁的，就会有60岁。现在有人要你的命，如果你命给他，可以救很多人，那个时候你要欢喜的去接受这个生命的死亡，因为这个生命的死亡可以让你菩萨道更圆满。所以做一个菩萨，这个身体都是假的。叫空性，虚幻的，能够死得其所。10岁、20岁、30岁，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就像释迦牟尼佛过去世，
他不管在做国王或做一个菩萨，刚好可以死的，能够救那些鱼，可以救那些鸽子，可以救那些可怜，他都可以随时慷慨互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叫嘛，生死如梦一样，但不离悲心。这大概就是三条：断恶修善、度众生。那这菩萨戒的内容就是不离开这三条。那菩萨戒不是光这个《优婆塞戒经》的六众28轻，而是所有的经典都是菩萨戒的内容。这一点要记住，而不能说我喜欢读《楞严经》，我专修《楞严经》，我喜欢修哪一部经，其他经不看，啊，不随喜，就算没时间看也要随喜，啊，任何的佛都要拜。所以有时候我跟很多菩萨说，你很喜欢念阿弥陀佛，对的，但是阿弥陀佛要你念所有的佛的，为什么？你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要你去参访所有的佛啊，去学习所有佛如何成佛的方法呀，啊，所以阿弥陀佛就这样想。那你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心，对所有的佛，你要当作是想如阿弥陀佛一样的恭敬来礼拜才对，而不是说。我只有拜阿弥陀佛，其他我不拜，这样是对阿弥陀佛不尊敬的、不了解的啊！所以各位要这一点要了解。所以无量的经典就是无量度众生的方法，那你都要深入要了解。好，所以这六众呢，第一条不杀生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但这个不杀生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会长寿、不生病、不堕落上，不杀生是完全为了对方的，啊，因为不能伤害他，那不然你这样说，如果你犯了杀生，是优婆塞、优婆夷犯，不杀生是菩萨的大戒，如果犯，就不是菩萨的行为。第二，不偷盗，生命留在这个世间，最重要是生命。第二个就是维持生命的方法，钱，啊。所以绝对不能偷盗、欺骗、拐众生的财产、金钱。这讲到这个，各位要想，比如说我发明一个药，没有人发明，那我就申请专利，那我这样就可以10块钱卖成1000块，哦，500块，我就可以赚很多钱，那这就犯菩萨戒了。啊，那些穷人就没机会了，别人就没机会了。所以各位，你站在菩萨界，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啊，今天你看到了一些真理，你把它整理好，或写了一部佛经的解释，你最好不要去弄成版权，你弄成版权，他别人就没机会看了，哎呦，好贵啊，啊，这些佛法，佛陀希望我们免费的传播，那你把它弄成你个人的版权，那这就是非常伤害佛法的。所以在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做一个菩萨要顾虑很多事情，不然你等于偷盗佛陀的真理，拿来卖啊！但是世间法是帮助佛法，但是不能用世间法来伤害佛教。第三个，不妄语，那你骗人，别人就会对你不相信，骗人也是伤害别人，所以不能骗人。第四个，不邪淫。因为在家人，优婆塞、优婆夷是属在家人，不是出家人。那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先生或自己的太太，或破坏到别人的家庭。所以老实说啊，我那天有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很有福报啊，很有钱啊。那有一天，她就给我说了啊，师父，我有一点痛苦啊，因为我对她先生学佛也蛮赞叹的，但是呢。他不舒服，后来他讲出来，他说：“事实上，我老公外面有女人的，而且跟他生了一个小孩，啊。”然后讲完就哭了。那我说，我觉得很可怜呢、啊。我说你觉得不公平？我说当然了、啊，那就是菩萨要修的。既然你要修，你要有空性啊，对不对？现在是你被欺负了。好像是这样，然后外面你老公那个女人，她也觉得她很委屈啊，对不对？她做人家的秘密的，啊，所以
所以你一直站在你的立场想，你会觉得痛苦。如果你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他也很可怜。啊，那你站在你先生的立场，那更可怜，你要照顾两个，啊，他也秘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也不了解，不了解。如果你真了解对方的痛苦，你没有那么痛苦。所以简单的说，如果你关心对方，你不会那么痛苦，那种是感动的眼泪。但是如果你自私，那你想的是自己的痛苦。所以做一个菩萨，不要制造痛苦给这些人。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自己不邪淫，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苦啊，因为他还不懂了这个道理，我们只能劝他吧。第一个，你要相信因果，今天自己得到的都是过去对别人做的吧，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第5个，不宣说示众过罪，这一条各位太重要了。示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做一个菩萨，这个有出家人真的做得很坏，然后呢，或是有在家菩萨很坏很坏，你可以针对这个事情去分析，告诉人家不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你绝对不能指名道姓啊！像佛陀叫我们不杀生，不杀生，佛陀是讲事啊，杀生会怎么样怎么样，邪淫会怎样，但佛陀没有讲哪一个杀生啊，特别是修行人。那如果你去公开和天下有网络很方便，你动不动就可以把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去骂他，如何如何，那你就破了菩萨众戒，因为你讲他就是希望大家唾弃他，那你就以他为敌，对方搞不好也会对你生气，那你就渡不了他了。所以各位无论如何不要去讲，就算你看到了啊，你可能要对他慈悲劝化他，但是你不能公开去讲他的错，不然人家你讲一个等于讲全部了。所有人对修行人、对在家人就不相信了，而且对方因为这样也会起烦恼。所以，但是你可以私底下劝化他，或用各种管道帮助他，不能公开用文字啊、报纸啊宣说啊那个人的罪恶啊。就像说，今天有人拿麦克风，哦，海涛法师多坏多坏。那你要怎么修？做一个菩萨，哦，同情他啊，他正在造一个恶业，这个恶业对他伤害很大。如果你被讲了，你要用这种心态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啊，你是修行人来公开讲我错，那你讲你也在讲他错啊，那不是两个都犯菩萨戒？所以菩萨你这些状态你都要模拟过，不杀生，但别人杀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不偷盗，但别人偷盗了你要怎么办？你用什么心态面对？你是不是还维持一个利他的菩提心啊？为了帮助对方，一个无我的空性啊。第6，不沽酒戒，不是不喝酒，这上面印着。什么叫沽酒？喝酒犯小戒，沽酒就是你公开买卖酒啊。因为喝酒就让一个人的菩提心不见了，意志力不见了，然后他根本不可能做菩萨。所以买卖酒是最恐怖的，推广酒是最恐怖的啊！所以应该讲念一下不沽酒戒。那所以希望这各位6条各位了解，不要去犯，因为犯了呢，就失去了菩萨的资格。那28清戒，这个清戒是比较容易忏悔。那如果是前面的6条重戒你犯了，你还是要忏悔，但是呢，要忏悔到你还有法师菩萨帮你做证明，而且要忏悔到好像有做好梦、做瑞相啊，才可以。第1个，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那做一个菩萨，第1个要孝顺，因为你不孝顺你的爸爸妈妈，你会去孝顺众生？不可能啊！对你有恩的师长。法师、老师、长辈，你看到了就要供养。当然，有些华人就啊、哦，就像学佛了，他看他朋友来，就拿一个红包，哦，你要拿这个去供养师父，这个就是菩萨戒的内容。那可以让他种福田，也可以让他升起恭敬心。我们当然要做给他看啊。第2个，沾乐饮酒戒，就自己。
只沉迷在自己的快乐，类似这个。我喜欢去打高尔夫球，我喜欢去打羽毛球，我喜欢去做某一些啊，就自己只追求自己的快乐。各位，你在西方社会，你可能看出来，有钱人会买一个游艇，然后放在那边，这样啊，他就是这样啊。对，因为这个是代表他的身份吧，啊，但是念一下，众生是父母。今天一个菩萨，有这么多父母没饭吃，那些难民，连房子都没有，结果你的房子是几百万了，你的车子是啊多少钱的？这个就很自私，这样了解吗？这个就代表他这个人没有菩提心。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各位不能为了自私的欲望的享受，你要想的是众生比较重要。我自己呢，粗茶淡饭，啊，少欲知足。就像你是一个出名的医院的院长，因为你一直在帮助别人，别人能力又强，别人把你当院长了，那你呢，还是骑着脚踏车。啊，每个月呢用不到1000块，这样，啊，所有的钱呢要帮助那些没钱的病人。虽然国家给你的薪水很高，但这个薪水是拿去帮助别人的。啊，所以以前的医生在天主教，在早期的佛教，都是修行人才能够做医生，因为这种行业，如果你没有道德，没有使命感，你把这个行业当做赚钱用的。那可怜的众生呢？那些病人就可怜了。老师、医生、宗教人士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些是非常道德的行业。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放逸自己，喝酒就是放逸自己，就像抽烟喝酒啊。那你喝酒，人家就会怕，你又要开车，因为菩萨是领航员，就像开飞机的正驾驶。如果哪一天你坐飞机，你看到那个正驾驶还在玩手机啊，这下惨了，啊，好，这下惨了。所以我想做个菩萨，各位开始练习，减低自己自私的欲望，啊，想的都是别人，别人优先，别人优先。第三，恶心不能沾湿病苦界，特别在印度啊，因为他们有阶级，啊，对这些悲剧。叫首陀罗啊，一生病，哎呦，好臭！他们赶快离开他。作为一个菩萨，只要看到一个生命在受苦，就是爸爸妈妈，你一定要用的一种善心，不嫌被误会的心去照顾他，啊，甚至替他打好电话，替他找好。你不能说当做没看见，免得麻烦啊。因为我正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被他耽误。那这样你就离开菩提心了，啊，所以我边念了，各位你要边思维，你有没有决心要做？啊，如果你有决心要做，那你才符合菩萨戒。所以我们菩萨戒是先了解戒条、动机，你决心了，告诉你怎么做了，啊，那你才跟八关斋戒跟出家戒不一样。出家戒是你决心要脱离生死，你还不了解戒条。但是你有决心吗？你知道生命是苦啊，无论如何，你只要让我离苦，我都愿意。那个时候，你才去了解戒条。所以，在家人不能看出家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你不能看，因为你没有决心。结果你看了以后，你又做不到。再来，你看了以后，你又拿这个去批评出家人做到做不到，反而伤害。是你自己决心要脱离痛苦了，你再看。那菩萨戒呢？大家都可以看。因为这样而来尊敬菩萨，所以来学习做菩萨。那至少自己啊，要开始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受菩萨戒，我以前刚受，我们那边寺庙外面有草，戒和尚说："以后你们出去不能踏到草，要走远一点。"这叫菩萨戒，因为草里面你把草弄断了，再来草里面有虫啊。第二个，劝我们，您从今天开始不要穿皮鞋，就像各位今天说八关斋戒，不能穿皮的，为什么？你等于把一个小 baby 踏在脚上，哎，啊，那你这样就会失去一个慈悲心，会有这个道理。所以，那这一点要了解。第四，有耻者不与戒，所以各位经常在路边看到人家弹琴啊，或可怜的人拿个杯子。
你身上你要做的菩萨，你永远要摆一些零钱，永远，为什么？哪怕你给他一点点，你都要跟他结缘，因为你不能离开。如果你看到一个可怜人，你不给他，就代表你悲心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跟他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药师佛，愿你能够早一点发财，你要祈愿哦。而且你给他一点点钱，他给你微笑一下，你跟他结善缘，代表你没有舍弃对方。所以我讲来讲去，最好做的就是说，每一个众生都是你爸爸妈妈，你怎么对待的，这样就好了。你不可能自己吃饭不管他，你不可能自己有衣服穿不管他，所以你时时刻刻要对他报恩，因为众生是我们成佛的助缘，发菩提心就是要照顾众生。那你要累积成佛之粮，你没有众生，你怎么成就呢？你没办法布施持戒忍辱。所以各位只要看到对方有需要，特别是金钱物质上的，多少帮助一点，你不能说他需要那么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那我随喜一点点也好吧。第五，见四众不能迎拜问讯戒。所谓四众，就是说比丘尼，甚至这些修行者比你修行还，那我们尊敬修行者，那不分在家出家，所以看到他们，我们问讯然后呢，让他们先过。就是就像爸爸妈妈来了，我们会站起来，爸爸妈妈请坐，对不对？那应该如此。不过讲到这个，我有一点担心，各位移民到这边来，你的子女呢，变成这边的教育的时候，那菩萨最基本就是孝顺父母、超度祖先，对不对？感恩再感恩。那如果他西方思想太多了，他们那天跟我说："嚯，开什么玩笑？"又不能打小孩了，被看到打电话就被抓去关了，这个啰嗦老半天了，那我们东方就不行，这个要打你都不打，不打以后不行的，因为有些父母打不下去还请别人打，所以我父亲说自己最难教，我把你送去最严的地方给他教，我自己不好意思打你，打不下去，但是你不打他怎么改变呢？所以我讲这个环境你要很小心然后不要让子女呢偏离了真理的范围。文化归文化，那真理不是文化可以借用文化来弘扬真理，但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优点你要有。所以我讲到这边还是要强调，各位移民到英国来，在英国生活，你要抓到英国的优良的文化，再加上自己的，那这样有用你不去接触他们也不行你要学到他们的优点，不要学到他们的缺点像我的哥哥的小孩子都在美国，一回来以后，我老爸以前就摇头，他不是华人的穿个热裤、短裤，穿个低胸的，天哪，这样在东方社会那是非常老人觉得丢脸的事情但是在西方社会正常哪一个雕像不是没穿衣服的所以这个东西等于它被污染了，它应该保留东方文化的传统，也有西方人的这种遵守，对不对他们这种gentlemen，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五，见四众毁戒，心生骄慢戒。所以你看到出家人或修行人破戒了，你更要同情对方，千万不要看不起对方。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当他去看到别人缺点，他那个脸就很难看。哎呦，以后你会长得怪怪的，我跟你讲。看到越不好的，你要升起越大的悲心、同情心，这样。因为你心里已经扭曲了，你的脸也会扭曲，你的眼神也不好。菩萨不行，爸爸妈妈做错事受苦，你更要保护他不能因为这样看不起父母所以在这一点，我也要跟很说做太太的说万一你的先生哪一天真的做错事，你在你子女面前千万不要侮辱
你的先生，因为你的先生是你子女的爸爸，啊，那因为你情绪不高兴啊，你爸爸欺负我，外面有女人啊，我都不管，然后你就是破坏到小孩子对父亲的尊敬，那你生生世世就只能这样一直果报下去，而且将来你生下的家庭没有父亲的。啊，没有家庭和和的，这些会有这个影响。第七，月六斋不加受八戒共三宝戒，也就是说每个月你受了菩萨戒，受了五戒，这六天肯定是初八、十四、十五、23、27、28，啊，你网络上都有，对不对？网络上有六斋日、十斋日。那各位呢，就一定要像今天一样，自己在自己的佛堂家里受八关斋戒。没有佛堂没关系，一本经就算佛堂了。如果更方便，各位应该互相留一下电话啊。当然你要留电话，看看对方正不正常啊。然后呢，大家到他家去受八关斋戒，轮流嘛。啊，五个人、六个人。我们在家里，大家受八关斋戒，在佛前念，大家一起念念经啊，互相鼓励鼓励啊。因为一个人有时候怕退转，所以六天要受八关斋戒啊。而且在八关斋戒那天供养三宝，所以泰国这一点最遵守了六斋日。以前他们的假日就是六斋日，但是被西方社会影响了，只好配合西方社会叫礼拜天啊。然后他们是因为六斋日也是七天一次，各位你看，初八、十四、十五、23、27、28，或是月底那两天，23叫28、29或29、30，他就叫我们七天一次，七天然后又两天，啊，这个也是非常好。你为了工作六七天、五六天，你要去寺庙一下，这叫周休二日啊，一天两天，一天两天，啊。事实上，古时候按照如此做得非常好，所以应该这样去供养三宝、守戒律。第八，不枉听法戒，只要有符合正法在讲法，你都要去听。但是有人问我说：“那他是讲苦集灭道、解脱道的，我要去吗？”那你就不用去了，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菩提心。如果这个讲法的法师没有菩提心，而且不以菩提心的方向，虽然讲得很深、持戒很严，你都不要接近。为什么你接近你会被他影响？啊，因为解脱道比较容易修，菩萨道真的很难，要挖眼睛，挖要挖骨髓，这下困难了。啊，永不能退转。那解脱道是精进努力，希望三辈子证得阿罗汉，永不再轮回。那如果你菩萨，你解脱道太执着了，你就想要舍弃，不想做菩萨。但是只要是讲菩提心的正法，那各位都应该去听闻，啊。这样才能够不退转，也能够庄严法会。那如果你真的不能去，也要惭愧心。第九，受用生物戒，因为我们不是出家人了。那出家人他是受供养的，那在家人他自己在赚钱，所以他不能应该，他不能去接受别人的供养。啊，就像今天五斋，人家是哦知道我们在家人受戒了，对不对？他们愿意来供养，那非常好。那所以各位到寺庙，当然两人说出家人在吃东西，就想哇，师傅吃东西都不叫我们吃饭的啊。这时候你不懂佛法，因为人家是出家人。那现在寺庙了解了哦，干脆要吃饭的时候，有一些是在家人的这些人家提供的，对不对？开过会的，这个可以请他们吃，因为免得呢。这也是出家人的菩萨道，免得他误会了，误会了，啊，要了解这个事情。第十，饮水有重戒，意思是说，各位不管你在吃东西、喝水，只要这里面有直接、间接的杀生，你就不要。啊，所以古时候的出家人出门，他们没有煮开水的，他水舀起来就要透过这个网过滤。不要因为有众生被杀啊！第十一，险难独行戒，意思是说，菩萨说，逞勇啊，我很勇敢，没问题，我一个人死了，我也没问题。
哎，你是众生的，你要保护自己，啊，不需要不必要的牺牲啊。如果为真理、为大众倒可以的，个人不能逞勇，所以有险难的地方，那么不要独行，免得自己死亡，让别人痛苦了。第十二，独宿泥世界，讲到这个问题，男女问题一定要划清界限啊。各位在寺庙修行，在任何地方，男女问题一定要划清界限。我发觉现在有很多女居士，她有开车啊，法师，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哎，一部车就是一个房子呢，有没有听过"车震"这两个名字啊？往往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绝对不行啊！甚至打电话打来打去，晚上简讯。夜深人静，互传简讯，在那边沟通，这些都不必要的啊。所以我想，一个正式的能够保护对方的法师，今天就算我是个男众，我要找这个女众，我通过另外一个女众比较正常的，我再跟你联络，那可以的啊。因为呢，就不希望这样去伤害到对方啊，所以。做一个菩萨不能，我是个女众，我就睡在男众的寺庙；我是个男众，我单独就睡在女众的寺庙。因为现在这个末法欲望很强，大家控制不了，甚至会破坏到别人的家庭。啊，就像我一个比丘，那我经常要挂单哦，人家家里我就挂单，我一个人那不行，因为他搞不好他太太跟他老公感情不好，跟我还聊得来，这下惨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每天就在给你那边传简讯了，那师傅来都来我家睡，对不对？那哪一天出事情就来了，这一点要非常非常小心。一说佛陀讲这个说男女的问题要弄清楚，生命的第十一条是你要保护生命的问题，你不能去破坏到别人的修行啊。所以各位你要了解说年纪。就是说，年纪还是刚刚年纪，或是两个人都是孤男寡女的，他老还没结婚，如何如何，那一定会出很多问题，10个8个出问题，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没问题，啊，所以甚至就破坏到修行人。第十三，为财打人界啊，为了钱去，为了跟他要，就讨债公司，那。这个就犯了菩萨，菩萨是对方明明缺钱，没钱还给你，那你也要同情对方。就是说，对方这个小孩子穷，没饭吃，来偷到你店里面的，那你了解了他的痛苦，那你也要再多一点给他，因为他的祖母生病啊。那为了你的一点点钱，一点点的东西，你就去伤害对方，这是不对的。因为菩萨必须利用对方任何痛苦来度对方。第十四，禅食施四众戒。古时候啊，会有很多这种现象，因为很多宗教夹在一起，特别在印度啊，96种外道，96种宗教。然后他知道出家人托钵啊，他为了侮辱他，我吃剩下的就给他，那绝对不行啊！今天各位要供养。供养出家人，供养修行者，那你要新的，不是吃剩下的。那我们吃剩下的有一个吃剩下的咒，所以翁武子达哈勒贝说哈，这个咒是吃剩下的，我给那些流浪猫啊、狗啊，甚至做点小小的布施给这个孤魂野鬼比较可怜的，那个时候不做善供，因为要有恭敬心。第十五，畜猫离界。为什么不能养猫养狐狸呢？因为猫跟狐狸会去杀生呢，你不能为了你的宠物而让你的生命去杀生呢。所以我们养了很多流浪狗，4、5千只啊，国内外全部吃素的。你放出去，它当然不会吃素啊。你再养在护生园，弄得很好吃，它就自然吃了。连猫也是吃素，事实上。难道他们会那么笨吗？抗议而死亡吗？不可能。但是你在家里，他当然哦，
他不吃素啊，因为你都在吃肉，我干嘛吃素？啊，所以有牛肉罐头，都，那你想想看，空性是平等，你用牛肉、动物的肉给你的狗、给你的猫吃，那你说你爱猫，结果你没有爱那些被杀的动物，那也不是菩提心啊。所以意思也不能有宠物，你是为了救它，而不是为了贪念它。啊，有些人把宠物当儿子一样的，然后事实上这只猫也不能超度啊，因为它就一直在这种感情的执着，跟这个把狗当作是最爱的人，但是你对其他生命不平等。第十六，畜牛羊等界，猫狐狸是会去伤害，但是牛羊是你养了要伤害它，啊，你准备杀它。我取它的皮毛，我取它的牛奶，那这个是违背帮助众生的。反过来，27，不除去三衣钵帐戒。那各位，我们做一个在家菩萨，就是要供养出家菩萨。那所以要把家里要随时准备好出家人的用品，就对了。因为古时候是托钵的嘛。出家人托钵，所以家里一定有出家。你看到这个出家师父身。鞋子坏掉啦，衣服破掉啦，席帐没有啦，啊，钵如何啦？那你要准备供养他。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说，希望哪一天自己也可以出家一样。菩萨是要为众生，不是说我想在家，我想出家啊。如果我出家能够利益更多众生，那我也应该要出家。第十八，田须净水戒，那种田的水千万不要去用加了。不清净的水，或是现在因为农药很多，上面有农药，那水排下来，那管它呢，我也用，啊，反正可以卖钱就好。所以我们用的水也不能偷的，也不能有毒药，有不好的，因为人家买你的米，他也希望健康。第十九，物价令贫贱，做个菩萨不喜欢，我10块讲15块，那你砍来砍去变成12块，还多赚2块。啊，要不二价的，货真价实的，而且不喜欢去跟人家竞争啊。第二十，非处实欲界，就是说不对的地方、不对的时间都不能有男女的淫欲。像各位住到寺庙里，夫妻不能一起睡觉。六斋日，甚至佛菩萨的圣诞日，甚至啊，在不对的地方。那你去做这个事情，那但现在各位看媒体，有人在坐那个火车就已经受不了了，有人坐飞机乱七八糟，那这些都是很可怜的。他们年轻人认为这是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这个人家就会做一个菩萨是人的模范，是众生的模范，更是三宝弟子的模范。你所有的行为都要顾虑到大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不是我喜欢表现我的身材、金钱，然后呢，而忘了别人的观感。做个菩萨要时时刻刻想别人。第二十一，偷关税戒，也就是说不能逃漏税。我想西方国家各位来了，他们有些地方制度很好，某些国家。制度很好，我上个月在荷兰，哎，荷兰有一些制度蛮合理的，当然它也有它负面的，也有它正面的，啊，他们小孩子18岁之前鼓励生小孩子，对不对？然后呢，国家给他们教育如何如何，然后保障妈妈的妈妈跟妇女、妈妈、老人、小孩，那你赚多钱的人就要付高一点税金来。保护他们这些弱小的，那这样子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那当然，那国家能够整个社会能够进步，就靠这些税金。那如果你不缴，老实缴税金，那就让国家不能够整体进步，那些福利社会啊、慈悲的事情就做不好。所以做个菩萨还是要老实缴关税，不要再两条账这样啊。这一点华人。不太容易，啊，
第二十二，犯国自戒。所以有时候讲说，要讲佛法，先讲国法。那国家所制定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保护老百姓的，我们不应该犯戒。第二十三，新食不供养三宝戒。所以你买来的新的水果、蔬菜、食物，要吃之前你要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我们还讲点来，供养父母祖先。对，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还供养护法善神，包括我们家里的土地公啊。再来就供养父母祖先，供养冤亲债主，然后最后供养一切众生，拿一点点米啊、饭啊放到外面去啊。但是新的食物一定要先上供。第二十四，身不听只作戒，说或是不听身只作戒，就是说今天你皈依三宝，或者做一个菩萨，你应该要依止善知识啊。善知识不见得是出名，你也好好观察，他真的有修行、有智慧、慈悲、有深入经藏、有持戒律、有悲心，甚至他有菩提心。那你要去依止，那你依止以后，该做的、不该做的，你要问问这个善知识，而不是说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要按照佛法，不能按照想法，这样你才不会破了菩萨戒啊。第二十五，不让入身前行戒。他说过，菩萨叫恭敬三宝，菩萨的阶段要恭敬三宝，要慈悲众生。所以只要看到出家人经过，那我们停一下。这一点在缅甸还是做得非常好，只要有出家人，他们一定停下来。然后要从出家人不得不从出家人面前走过，他们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就弯下去了。然后就这样从前面走过去，不得不经过别人面前的时候，那是他们学校每一个学校学生都是这样，学生要走过去，老师在那边，他一定要这样走过去，这样，就代表对老师的尊敬，头不能比老师高，所以各位这一点我们要学。你以后要找出家人拍照，师傅你坐，我站，这个站在佛教还是违背的，你不能比法师高，这样。所以他们照相的时候，比丘站着，他们就蹲在地上，这样可以。那藏传呢，是头弯弯的，就头不能高过，对不对？高过上师。那汉传一样，那我们跪在法师旁边，或是说合掌在法师的右后。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法师干嘛？我给你拍照，然后就把你挤着，这样还牵着手嘞。是会怎么牵着手嘞？那天还有一个女众手放在我屁股上，很自然，嘿，我都哑口无言，因为我不能讲啊，我不能讲，哎，不用不用，那旁边的侍者赶快救我啊，这样，他们讲，哎，离开一点，离开一点，离开一点，这个有时候要解释清楚，照相须知，这样，而且不要闪光，因为闪光不礼貌。我觉得外国人还比较好。你要跟人家拍照，我可不可以拍你？对不对？这一点，那当然是对出家人的尊敬。再来二十六，生死不平分界，就是说，今天你很崇仰这位法师，师父，这个特别为你带来的，其他没有的。那其他法师看了心里就嘀嘀咕咕啊，为什么我没有啊？就造成心里不平衡也不一定啊。所以我想各位，当然你对你的老和尚、大法师有特别供养，那你最好在那个时候其他出家人不在，对不对？或是你委托那个出家人，哦，这是对你们老和尚、大法师的供养，你交给他，那可以啊，他就交给他。但是如果其他出家人在，那你要供养。那你可能每个人都供养一下，可能你给你的大法师那一包比较厚也不一定，但是至少人家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至少在，菩萨就是不要引起别人痛苦就对了，不要引起别人起心动念。所以古时候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小沙弥，他在摇菜，小沙弥负责，然后看到他的师父大口一点多七颗豆子。
多七颗豆子给他师傅，因为如此没多久就生病，生病以后变成一只龙，身上永远有七颗铁柱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在那边滚，非常受苦。人家就问佛陀说：“哇，那一只龙怎么这么苦？”佛陀说：“他过去就是小沙弥，对他师傅呢，就多摇了七颗豆子，你看他现在多痛苦。还有一个小沙弥也是这样，身体被穿得很痛苦。为什么？他在摇饭菜给别人的时候。”结果有七颗米掉在地上，他想说脏了吗？然后脚就哐吃下去。这个叫偷了公家的东西，他死后也在受苦。对某一些戒律，各位还是要了解。第27，养蚕戒，古时候人要蚕丝，那养蚕，你为了取它的蚕丝，就必须活活把它烫死，在它啊，然后呢，这些蚕变成你的工具、金具。而不是你尊重生命，所以养蚕啊、养鸡啊、养动物来赚钱啊，基本上都是犯菩萨戒的。28，路遇病不能视俗戒，就是你走路的时候碰到生病，不能过去关心他，那就犯戒了。好，前面有一条是你的亲人朋友生病，你当然特别要责任，你要照顾他。那这个是路边的人，你一样要照顾他。好。那各位大概都了解菩萨戒的内容啊，当然你愿意做一个菩萨，那你就把这几条守好，这样了啊。那有些地方守不好，那至少你惭愧心啊，并不是说那我这一条守不好，我就通通不要守，不能了。念一下，有戒可犯明菩萨，对，无戒可犯明外道。这是佛经说的，你不能守圆满，那至少我能守那几条我就守，啊，就算你守了，不小心犯了戒，你好好忏悔，那这个还叫菩萨。那你根本不想守戒啊，这个麻烦，我这条守不好，我就不要做，那你就是外道啊，跟解脱没关系，啊，这一步一步来，所以戒有很多条戒，但是按照优婆塞戒经有着。6重28轻啊，那各位这样了解。那这一本各位今天可能要带回去，前面也有告诉我们，那菩萨还要发14种大愿呢，还要修无戒13业都要圆满呢，你才能够受菩萨戒啊。就是你发心要正确，守五戒，身口意13业，那你才来圆满菩萨戒。那菩萨戒的法师至少要有。